即将要征服全世界，2月26号台湾上映。然后呢，中文版女主角就是蔡依林首次来担当配音的工作，《动物方程式》，也就知道迪士尼这一次呢非常非常大手笔，而且非常重视这一次的电影。这个灯很棒啊，只会亮绿灯。啊？怎么会呢？对啊，你自己看，你这个啊，怎么会只亮绿？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你本来是三个灯，会跑轮流跑、啊？真的假的？本来是三个灯都会跑啊？刚跑太久了啊？可能电啊？好啊，推回去，推回去，没关系，我们还没打开之前，当众没有这件事。哦，本来是三个灯啊，哦，没关系，瑕不掩瑜，瑕不掩瑜，绿灯行嘛，好吧， okay. 我们大家永远新的一年畅行无阻，绿灯亮就好了，哦，不要在意，不要再怎么样都比葫芦娃好看。我们的那个电工部的、哦，今天没来。好，准备电工、就电工帮你做的。对，就帮我接电。哎，等一下，你不是美国才刚回来，你哪有空搞这个、啊？所以我就是用这个调时差，哦，我一回来就先睡一轮，然后就再也不睡。对，睡不着的时候，美国时间到了就起来做饭嘛。这里有一二。还要自己数，那我就帮你数。有14只，14只啊，14只动物，哦，很漂亮哎。来，先跟你的作品合照。我们只能引诱你啊，26号一定要进电影院，欢迎大家看中文版，因为有蔡依林首次贡献她的配音处女秀，请大家多多支持。哈 ，Judy 这个兔子警官，他是个子小小，但是不畏恶势力，非常有勇气跟正义感，而且很有志气，一定要当上一个警察，去跟许多野狼啊，或者是各种老虎啊、大象啊来当同事，但是他没有再怕的。大家赶快拿出手机打卡，同时也订票来支持26号《动物方程式》。好，我们请九令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作品哦。有14只，我刚刚看到14只。对，然后每一个动物就是都要花到一两天的时间。真的还是假的？这个肯定会成为啊我们全球小朋友的新偶像啊、哦！请大家多多帮我们宣传，在26号28的连假，一定要订电影院呢来看《动物方程式》。这个连假呢，就靠这部电影哈、哦，带给你温暖的气息。谢谢我们的粉丝们，谢谢你们辛苦了，给九令欢呼尖叫加油！这一次就请我的团队，就是一起来把做很多动物，感觉像是这个动物大城市的感觉，所以每一个动物都蛮多精细的配件，然后有一些很小，所以才有做那种大动物跟小动物的这种差别。的确花了蛮多时间在做这个作品这样，但是也是一种很投入的兴趣，所以。希望我们的手艺可以越来越进步。我刚刚红绿灯好像停了，我也觉得很奇怪。还好，没关系，就是有达到那个效果，有绿灯就好。等于在那个纽约时装周跟那个 Gaga 看到他的感觉。看到他的感觉，就像粉丝看到我吧，对，就是又加上。他那一场秀的服装跟造型是我自己蛮喜欢的那种，有一点戏剧感很强的东西，所以就是对。有没有趁机跟他就是谈，就未来可能会？因为他保镖在旁边一直瞪着我，所以没有多聊这样。所以你有向他介绍一下你自己也是就是台湾的天这种话要留给别人说，所以我就是。当一个小粉丝这样。